迪基亚嗰个乜鬼嘢？知咩 R1 970匹马力？黐线咩咩赛事啊？我都拣翻部 R1 先，我都唔执输啊！一级方程式啊，原来用紧，唔想俾人捉到，我都即刻拣翻架先，套丝吧。好 R1，我个奶盒系艾滋病患，嗰时唔好意思，暴露个大白部车系大原者、大群、大群人士。Let's go, are you ready?快啦，好嘛？我是一級方程式賽車 R1 978望迪基亞，胡力快啲啊！唔早就用冠元車 ，Let's go Let's go！ 3點夠我哋一級勁啊，胡迪！法蘭奇都用 R3 喎。一定是有啲警棍嘅，话俾你听，佢哋冇可能咁好嘅，特登用啲唔够匹嘅马力，一定唔会，肯定系改装过啊！一定有警棍，你唔使信，你唔好以为我部 R1 一定赢啊！郭大侠做咩啊？等先，等等听郭大侠电话。喂，点啊？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好，明白，好 ，OK， 好，拜。好啊。个大侠话唔够艾滋病患者，我都要转做嗰啲带菌者。点转啊？咁咩转咩啊？未就水游戏设定啊？定乜鬼嘢啊？唔系喎，点样呢个啊？哎，有啦，我转做艾滋病患者啊！好 ，Let's go， 等下开波。我两个嗰度过嚟，孖宝就水啦，全部开一车啊，搞好晒车系嘛，恐怖孖你玩游戏，我会将艾滋病俾晒你哋，传播晒俾你哋，放心，你等生我，等生病毒啊，我系无辜人，够唔够啊？开啦，系咪唔够啊？又，哎，得啦，两个。Let's go！ 碰碰车，散播病毒，散播梅毒。Let's go，Let's go！ 我觉得分兵分两道，死硬！你准备全部中病毒。有圣多纳，美国啱啦，都系美国，蘑菇病毒都系美国。我屌！我哋即刻要掉头啊！即刻褪后，正抢在，呀、yeah! ！罗美股得住，即刻幻想艾滋。好、哦，已经成功有几多个？我是大愚者，已经成功还俾咗边个？你挡住我做乜鬼嘢？你已经系有艾滋噶啦 ，Andy， 即刻追啦！剩翻一个，你睇下几劲，快到抽筋，你死啊！哇，嗰部咩车嚟啊？咁快啊！我哋上去啦，一路杀上去。其他人你哋做咩啊？兜路啊！包抄佢。喂，有两个艾滋病毒噶，有两个未染上艾滋病。好嚟啦！死啊！你睇我已经追得好贴啦，一个方程式。好。Yeah！ 你包抄佢啊！唔好全部行同一条线啊！佢都系兵分两路啊，佢都好正喎、啊，好呢、這个又大叔追，一开谂我即刻掉头，好聪明啊！大叔呢个自信，即刻感染晒，就系追到啊！死硬啊！你就算追你唔到，你之后都会去到尽头，你都系一样死。话俾你听，唔使知你唔会感染到艾滋病。话俾你听，
一样嘅抵都按唔到佢，见到车尾灯啦，你死啊！瞄住佢屁股嚟撞，撞墙，呀、yeah! ！你就会点啊？你哋嗰边自放鱼哦，我哋继续追击啊！哇 ，Woody， 正准在你啦，撞我命啊！而家已经系大贏者啦，正准赛，仲争一个。喂，你嗰边点啊？佢一个已经追到位成功啦。睇下分数先，而家冇分啊，冇得零喎，系咪最劲啊？最咩意思啊？点解我排第七啊？你黐线，我最多病毒俾人，我排第七。知我孖筋啊！呢、這个游戏规则系荒谬到绝伦喎吓，点知我排第一啊？就系嗰啲非病毒者先可以排第一，咁我做艾滋病咪好唔着数吓？冇、啊、办法，我好唔着数，咁我点解要生呢种病？毫无得到乐趣啊！啊！你嗰啲梅毒都系一开头有嗰个性行为享受咗先会做梅毒，即系咁样噶嘛，系嘛？我梗系零享受，然后仲要排第七喎、啊，啊！差唔多月合点啊？读版读信定咩？玩多局啦！车辆足球我玩唔到喎，喂，我系咪未装啊？车辆足球系咪要装赛道啊？试下啦，我上未安装，我玩唔到啊，要装啊，国礼盒，我冇装到嗰个第二名碟，玩国王啦，佢哋好中意玩国王，国王的新衣。好，全部做晒国王会唔会？我做咩好？你想我做国王定骑士？你拣？我做国王啊！哇，拣咩车啊？好担心啊！又系检视俱乐部车库。不符合，哇！佢限制咗啲车，好似是但啦，法拉利专用车厂，市委你做市委啊，我系咩组啊？我系红组啊。智慧先可以攞 A 级车，好嘅，嗰啲劲车。好睇下各大侠咩啊？胡迪，你转翻做智慧喎？我哋点解次次我队一定系小人啊？成日最多吓咩、啊、太监？四打三，我系国王，招赢。Let's go。快啲揀車啊！環觀，三個圈，做咩啊？點解走咗啊？胡迪走咗喎、啊！唔紧要啦，照开波啦。佢系咪想公平啲啊？特登让俾我，冇所谓，我唔会辜负你一番好意就赢。Let's go。郭大侠用泥头车 ，Eddie 用咩车啊？唔知咩，唔识嘅呢部。
好嚟啦嚟啦，开始啊，搞掂啊！赛车都系搞好耐噶，每只你真人睇啲格兰披治都系搞好耐。好嚟啦！GT 5有冇呢啲嘢玩？我想知道。嚟啊！哇！我即刻零线，哇！点解后面全部蓝色嘅？好惊啊！嚟啊！新一代国王会成为新世界嘅神。好，嚟啊！哇！佢部车点解咁快啊？好似～有冇得食氣流嘅呢啲game？咪跟住人哋嘅車尾就會，喂大家好似同一部車，點解佢就係快啲？我真係唔明喎，後車加速啊！嚇、啊！嗰啲騎士點解而家係我同國王温愛温緊喎？兜邊？我食個內環先。哇！我啲騎士去咗邊啊？係靚啊！你要追住佢先，我俾佢一路咁推住，我大俠。我撞翻只 fix， 好成功解决一个，我继续追啊！前面系咪咬紧佢啊？我慢慢再起步先，靓波，做得好啊！唔好俾佢走，阿叔啊，加紧努力噶啦，围紧我，哇！里面好似咬住人哋唔放喎，系咪已经撞翻咗佢架车？正准在，哎好啦，唔该晒。我即刻领先啦，好聪明，大叔啊！而家啊，已经占领咗半壁江山噶啦，轻松松，应该冇难度噶啦。睇点啊？而家仲系第一名，第一圈嘅开始啊，去到三分一啦。睇先啊，追啊，后面咬得好紧喎，呢个自己有嚟一啲，侍卫嚟啊，我亲卫队。哇！大王，前面已经有人啦，有伏兵，示威，停威！我想唔切嚟喎，佢想帮我喺后面拦住人，好靓，即刻避开，示威，冇问题啊，继续行啊，示威，好，即刻让条路，好识做，好识 do 呢个示威，攞电头，哇，冇事。知道吗？哇！十面埋伏喎，大佬，哇！后面撞晒雪糕筒，佢咁杀紧上嚟啊！好嚟啦，继续，喂！点解佢咁快？哇！好彩佢后面敌人同我推一推，加把劲，截住你，靓！你睇下佢都翻车，好，大家啊，大王啊，而家系。个大侠上紧嚟帮拖噶啦，已经叫前面有花兰旗，想夹我啊！知道哇，好险啊！我一样咬住佢唔放先，我点都要咁样噶啦。佢哇好惊，佢突然间一嘢夹埋嚟，我估到你睇下，我俾佢夹一夹仲衰啊！你话咁样行系咪有着数？佢一嘢兜埋你睇下。黐孖筋，上啊！一点截住个国王，冇俾佢上啊！唔好乱战啊！我嘅目的唔系怼冧啲侍卫。哇！系靓啊！好啦，继续啊，夹住佢。Yeah！拦好啊！系啱啊啱啊，上啊！冇俾佢咬住，好波啊好波啊！继续冲埋佢啊！放佢追佢，而家第二个圈啊！哇！大幅落后啊！啱啱俾人食咗一镬，诶！而家开始追翻啲米数咯，对面可能炒一炒车，对面有个王，而家开始追翻，急起直追啦！我大位后面同我垫后紧啦，已经对面。照样咬上嚟，我呢场关键就系睇呢
一个圈噶啦。如果前面我嘅侍卫可以怼到佢咧，应该仲有得追。哇！大镬！哇！反埋车。好啦，拦住佢啊！冇俾佢再行。啱啊！佢一路同我开路先。哎，靓波啊！塞住佢，冇俾佢走啊！而家争几多啊？千四米，哇！又再拉幅，拉后咗好多啊 ！Andy 啊，追紧噶啦！哇！冇一样啊，继续啊，顶住！喂，又似你！哇，唔该喎，我嚟，我撞翻佢先。啱啦，冇俾佢用啊，夹住佢。哇，佢好易走得甩喎。睇下咁劲嘅，好，你仲有几多圈啊？仲有个圈，大镬啦！一点难唔难得住你两个咧？难住大镬啦，一打二都难啲，讲真。哇，对面应该系国王嚟嘅，嗰个喺领先，一啲喺后面咬紧佢啦，已经。哇！同人撞緊喎，原來 Andy 同人戰鬥緊。哇！嚟啊！我爭成兩千幾米啊！哇！好難玩喎，咁樣真係好難追到喎。哇！後面有一啲都殺緊上嚟啦，有人後住我屁股。喂，最后一个圈啊，食屎啊！再撞我俾你屎啊！你啊，你喺前面，我话俾你包纸炒，你正蠢材，你睇扭得多屁股。哇！啱啊啱啊，过嚟啊，怼入去先。泥头车真系超劲，讲真，系速度慢少少，佢撞一撞都飘到飞起。喂，食屎哦！而家争成三 km 啊，距离啊冇拉近过，大佬拉近咗几十米之后又再蚀翻，点搞啊？喂！得我啦，讲真，你掉头车，如果唯一咧希望系咪咁样？掉头车捉住国王，死都唔好俾佢推进。如果唔系，否则都冇机会赢到啦。仲是达叔嗰个速度几快，哇！而家真系追翻咯，追翻几多几百米，两哇嚟又嚟啦，只豺狼又去到。跑过嚟先。喂，点解咁法拉利会唔够你跑起又似你？好啦，系咪又再拖一拖佢？我又追喎，又追多一百米喎，可能仲有得追喎。可能 Andy 已经嘅成功咬到佢喎。啊，唔进攻仲等几时？唉，比赛已经结束啦。唉，几劲都冇，点解？我哋输喺边啊？真系唔明白，一开头明明领先紧咯，有冇可以讲俾我听？我哋输喺边？咩等紧我好快？我个大侠都算系打得好好嘅啦，讲真，叮当码头，唉，算啦，输系 Andy， 我几时领先过？你有冇睇啊？肯定有。一开头我已经领先紧，关 S N E 事啊，系我冇，输喺嗰粒架车唔系几夹，我要同法拉利浸浸倾一倾，哦唔系啱，太啱，啊读埋啲信差唔多啦，今日就咩啊？
快快樂樂，跟住你又去放榜啦。排頭位梗係領先過，唔係啊！我一到中途都咬成幾百米啊！啊，咁啊，話我話你聽，今日講講收咗一啲幾多封信咯，多到不得了喎！我話俾你聽，我晏晝一路喺度睇，一路數咧，有幾多封啊？起碼過千幾二千封，我話咧，可能仲多過嗰、那個。会唔会多过嗰个咩香港电台嗰、那个啊？真系差唔多。我谂啊，嗰阵时咁样都可以抽中，我哋都几劲喎。嗰阵我呢度我筛选过都仲有，都仲有好多。讲真，我未筛选得切，斋睇都眼都盲，所以读唔到都唔好意思，真系未必读得晒啊。由而家开始读，真系如果要读晒，可能读到听朝。讲真。吓、啊，真系嘅，一路读到听朝都未唱过，唉，我话大家都眼瞓啦，不如留翻星期一再唱，啊，好嘛，而家开始读，给自己的信，给自己的信，唔系给自己，你哋读噶嘛，你寄嚟嘛 ，OT 读晒佢，而家开始读啦，好嘛，我尽量读啦，读到搭半，我通常都系咁啊 ，RTHK 嗰啲都系咁样啊，读到。够钟啦，佢话够钟啦，我哋系咁系时候，我而家又急口令咁读晒佢，尽量有咁多得咁多啦，好嘛？佢话全力咧有一个叫做喺美国嘅阿哥咧就寄俾咧啊全力支持 Gina， 佢系希望咧佢入到大学。好，跟住另一位兄弟咧就话大哥，我而家好迷茫啊，要成绩咧就冇成绩，要囡囡咧就冇囡囡，回想过去咧，好似十几年你话行尸走肉咁，有啲后悔应该点做？唔以往之不鉴。之来者之可追啊嘛，系嘛？我咁细声啲先啊！阿话你而家知道嘅都未话太迟。好，跟住咧，我叫温卓邦各位咧求记嘅同学，虽然只系教咗你哋一年，不过咧希望你哋学到我一成绝不熬底，祝你哋前程锦绣。呢个应该系老师嚟啊嘛，但好少老师会咁讲嘅话，学到我一成嘅咁讲都几有趣。呢个老师应该都同啲学生都几 friend。跟住希望咧放榜咁多位兄弟咧都可以有好成绩啊，同埋希望大哥咧唔好再卡关。G B B 冇阿嫂写嘅呢个系，肯定阿嫂唔会咁写啲嘢。好，跟住下一个啦，升大学了，话未试过拍拖，但 D S E 兄弟说不紧要，而家努力读书考好 D S E， 第时有钱帮你嘛，你帮你母女系嘛，佢系咁讲嘅。跟住咧就话，我想讲俾一个另一个兄弟啦，就系咁讲。我想讲俾一个外人听，佢叫做咧恒恒，希望咧你而家咧有听达哥，我希望咧就可以入到自己心仪嘅学校。如果成绩考得唔好咧，就唔使唔开心，因为你仲有我同大哥成千几万嘅兄弟咧撑你天无绝人之路，总有咧另外一道门为你打开，加油！加呢一个又比较有趣嘅，就话祝各位有人祝。佢意思就系点咧？佢惊咧吓，有啲人可能冇人俾人祝福到，佢就咁讲话，祝各位有人祝福啦，系嘛？就咁讲。咁我叫阿俊，祝福我嘅同军兄弟阿当、阿包可以拎到理想成绩，唔好好似学达叔咁卡住响 DSE 呢个难关。啊，另外多谢达叔对各位 DSE 兄弟嘅心意，点解个个都会话我系？通常我话俾你听，我睇呢杂信咧，个个就话咩唔好好似达叔咁卡关，系有一个误会定咩？呢啲系同我对我有个成见系咩？系点解又会俾你呢种印象？我想知边度吓？好，跟住咧就下一个啦，吓、啊、有一个叫做不头皮啊，佢系咁讲。唔系，佢叫粉皮，有一位叫粉皮咧，就点俾不头皮嘅。佢话一啲 UST 一齐做读 L 啦，佢系咁讲啊，应该好 friend， 佢哋先会咁样互相称呼粉皮同不头皮，应该好好嘅朋友，所以我读嘅，我拣出嚟读。佢希望咧达叔咧保佑大舅咧放榜顺利，成功咧入到中大，同女神一齐读书，唔好辜负咗咧妈子嘅期望。跟住有一个啦，一个叫心急人 Ringo 上天灵灵地灵灵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求下你俾我拎到3322，唔好咁肉酸就够啦。如果拎到咧3322
我一個月唔打丁，所以我又特登讀呢啲，即係佢有嗰個願意付出嘛。但係一個月就少咗啲，希望你係以後都唔使再打丁，好嘛？嚇、啊！咁啊，下一個啦，好嘛？我哋又再揾啦，希望咧有八大 offer。如果咁好彩咧入到 brand A， 我請大家各位兄弟去食四季又點話？你自己記得找數啊！俾你，我話俾你講得出就要做得到，啊、好似嗰啲。Hunter 咧，你有嗰啲咩念力噶 ？Hunter 啲咩念力就系咩？如果你有付出咩牺牲咧，就一定要啊！咁我都希望咧，你又有八大 offer 啦，入到 brand A 噶，我哋又有四季食，咁啊最开心啊！希望你都唔好走熟。跟住有一位叫广华兄弟嘅杰仔咧，就话喊出嚟，我要入航天工程，一定咧要有六个五星或以上，希望达叔咧可以保佑你啊！希望你做到太空人啦。系嘛？你入到太空人之后，你可唔可以去大陆嗰度同佢讲唔好叫航天啊？改翻太空，太空呢个名字好听啲，系嘛？好，跟住下一个啦。希望咧有大学 offer 啦。如果真系有咧，我戒丁四年。佢系咁讲。跟住咧，祝愿天官另一位同学啦。祝愿天官啲 high high 拎到五星星翻嚟，拎唔到咧唔好见我。令祝某张姓柏的同学咧今日生日快乐，都十九岁啦，希望咧以后咧都唔好再咁十九，咁讲啊，十九岁而家系考 DSE 啊，十九岁差唔多啦、啊、希望你吓、啊、生醒啦啊，好下一个祝 Frita FC 嘅走数细佬 Edward 齐齐升读大学，入到自己想读嘅科，入到大学食累累。舐舐嚟啊！跟住有一個又幾有意思嘅，佢係咁講，佢話 I think the universal language of the world is not English but a smile。佢就話咧，真正嘅全宇宙嘅嚇、啊、語言咧嚇呢、啊這個世界嘅語言咧，應該係笑容而唔係呢個英文啊。所以你英文唔合格啊，或者咩考得唔好啊，唔使太傷心，係嘛？佢意思應該都係咁嘅啊。好，跟住啦，给爆机兄弟，希望爆机兄弟上上下下全部兄弟咧都入到大学，可以喺大学读到自己想读嘅科，沟到自己想沟嘅女仔，最紧要咧上大学之后咧，大家都出翻嚟玩，友谊永固，爆击队长上，唔系喎，原来佢系俾爆击兄弟喎 ，sorry， 我揽咗落去，唔好意思读错，佢系爆击兄弟，佢可能佢系佢有个队伍叫爆击兄弟，佢系咁讲嘅。啊，咁有一位叫狗粮嘅人呢，就各位六丁班嘅手足兄弟，希望大家呢有个好成绩啊，齐齐入大学，揽女嘅锯和牛睇达叔打机，佢咁讲啊，即系黄敦伦啊，就喺度讲啦，佢话大哥唱踢出我天地啦，佢咁讲，其实有好多黄敦伦，黄敦伦唔知点咗几次，有啲人扮黄敦伦定点样，好，咁呢位呢叫单丸 BB 嘅咧，就有翻好有趣嘅说话想讲。大叔系咁嘅，我想我细佬咧今年中六啦，前途未卜啦，希望大哥咧唱翻首歌，最好系 Bosco 嘅《最后幸福》啦，俾佢听，等佢唔使咁腾鸡。入唔到 U 咧唔紧要嘅，但系记得咧即刻入纸啊，申请公屋，拉住个胸又好，读 High Deep 啊 Show 都好，三五七年之后咧出到嚟咧，最紧要可以自力更生，再揾埋一件咧好似大叔条女女咁正嘅结衣。好似杰伊咁呢啊，搵到战无不胜嘅达 Jeff， 返到屋企摁摁脚，睇住女女呢着住条冇袖嘅围裙，又睇住条仔呢坦荡荡着住条啊底裤喺度睇波，想象到一片美好景象，仲使打钉咩？睇基曼係咪最炮星係咪先？年轻人最后呢啊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希望咧，年轻嘅巴斯咧前程好似达叔咁样顺利爆机，达叔冇得顶嘅咁讲啊，时间够啦，差唔多，我未必读晒，我读多几个啦，尽快，好吧？有一个系家姐咧 send 俾自己个细佬嘅，佢话咁讲，佢契弟枪，虽然咧佢契弟枪，虽然啲人成日讲成功者讲嘅废话系心得。失败者讲嘅心得咧都系废话，不过我都系要讲下自己嘅心得。又天生出嚟咧都系用努力咧同命运对赌嘅。今次 DSE 赢咗梗系好啦，不过如果今次输咗咧，都唔好觉得输晒乜都冇。